今天是我太极拳户外练习的第210天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太极拳经典王宗岳的《太极拳论》。王宗岳的《太极拳论》是学习太极拳的经典中的经典，各个太极拳门派都把它当作学习太极拳的理论基础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。太极者，无极而生，动静之基，阴阳之母也。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和，无过不及，随取就深。人刚我柔，谓之走。我顺人背，谓之年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。虽变化万端，而理为一贯。由招熟见悟董静，由董静而皆及神明。然非功力之久，不能豁然贯通焉。虚灵顶静，气沉丹田，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。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咬。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。静之则愈长，退之则愈促。一羽不能加，蝇虫不能落。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。英雄所向无敌，盖由此而及也。思记旁门甚多，虽事有区别，盖不外乎壮欺弱，慢让快耳。有力打无力，手慢让手快，是皆先天自然之能，非观学历而有为也。察四两拨千斤之巨，显非力胜；观耄耋欲众之行，快何能为？力如平准，活似车轮。偏沉则随，双重则滞。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，帅自为人质，双重之病未悟耳。欲避此病，须知阴阳。年即是走，走即是年。阳不离阴，阴不离阳。阴阳相济，方为董静。董静后，愈练愈精，莫使揣摩，见至从心所欲。本是舍己从人，多务舍近求远，所谓毫厘之差，谬以千里，学者不可不详辨焉。今天的经典就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